头条开讲频道开会员喽！邀请您加入会员，加会员支持头条开讲，一起成为最有影响力的华文新势力。现在大家很关注的就是普丁呢他自己到底身体的状况怎么样？因为呢，现在看到他一直要这样抓着他的桌子，去跟别人讲话。对，你看就是这样抓着前面的桌子啊，抓着。 然后还有不断的跺步，然后呢，《每日邮报》报道又说，你看哦，普丁很奇怪哦，参加复活节的活动，又是咬唇，又是摇晃，再回过头来再看看普丁这样紧紧的抓着面前的桌子，然后呢，不断的跺步，就觉得是不是真的身体健康啊有问题？之前有传出说是不是罹患癌症，现在又说是不是帕金森氏症的毛病？来，大使。 这些比某人这个跟空气常常跟空气握手，应该是好很多吧？对，是。而且我觉得这种很多人都会有的时候做的时候握着桌子啊，是不是都有毛病的？嗯。那这种传闻有关普丁什么得癌症啊、阿巴金氏症啊，是自从俄乌开战以后好多了，好多次了，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这个猜测啦。 那坐在那边，他也不是说好像怕地震或怎么样，这可能他这个习惯吧。普丁的很多习惯性动作，你硬要解释说他健康有问题，好像快挂了，那我觉得也不是那么严重了。真正我觉得应该国际社会应该去关切的就是有一位仁兄，这个真的没事就跟空气握手。是。然后呢，还常常讲错话，他自己的幕僚要出来啊，替他原话，这个才比较严重啊。是。来，这个静平你怎么看？现在普丁那个之前他不是右手不会动嘛，这样子，然后走路他们就说是那个 KGB 的那个随护的那个步行，通常都是右手不动，随时可以那个拔枪。 那个这个 KGB 步伐，那现在又说他右手这样子，然后又帕金森氏症，说因为为什么要扶桌子，就是猜测很多啦，说他根本没有办法控制他的上半身，什么身体根本会摇晃，所以才需要扶着桌子让他坐定。那问题是1个多月、2个月前。 媒体在拍他，公布他俄罗斯的媒体，那个他手都不动，他右手就纹风不动，他左手会这样摆荡，然后这样走路，那怎么说？如果是帕金森氏症的话，那应该是很明显的左右手，他的右手可能会这样，会一直抖动啊，或者是左手，他左手是很大幅度的摆动，也不像帕金森氏症这样子不断的左手这样抖，或是右手这样抖啊，所以。 难道如果要这样，欧美的媒体如果要这样解读，从普丁的动作跟照片，你要看他是连续影片多久，还是照片多久？要这样解读的话，那我也可以说，普丁是不是有2个分身啊？一个是右手不会动的分身，一个是你把他当做北韩领导人。对，所以几乎尤其是欧美这种国家，尤其是像这个俄罗斯或这个北韩，几乎都会有这种总统的替身或怎么样。只是说，如果媒体要这样解读，说普丁的动作看起来是不是得了帕金森氏症，然后是不是健康有问题啦？或许，但是你抿嘴，他在那个东正教复活节的仪式的时候，他不断的去抿嘴，嘴巴这样子，好像就是觉得口干舌燥、抿嘴的感觉。难道这也是一种？ 健康有问题、生病的一种状态吗？我还是蛮狐疑的啦，所以要去质疑普丁健康状况，就像他现在站着，好像这样动一下，然后抿嘴啦。你看他现在嘴巴抿起来，的确像刚介大使说了，比那个70几岁、七八十岁高龄的去跟空气握手，是不是有点失智的样子？他看起来稍微。 比较正常多一点呢，人家至少是秀过肌肉，那个肌肉是很精实的，不是说我要帮他讲话，而是说你看他那个状况，如果说要去评价他的健康状态出问题的话，这有点失之这个准确了，因为你拿之前他走路的状态相比，或是他坐着远远的，那现在跟那个邵伊古要坐那么近，你又怎么解读？2个人难道不怕这样的一个社交距离太短吗？所以各种去研判普丁的健康是不是出问题了，得了帕金森氏症，然后心理状态有问题，然后。 怎么样？我觉得都是从西方的这个媒体和八卦小报的方向去解读，大家可能会被带错风向。我亮哥，所以真的啦哈，你看像现在西方媒体一直要拿他健康做文章、亮红灯，甚至还有包括他们的国防部长绍伊古，也说心脏不好啊，心脏出了问题。然后再看到普丁的时候，也说，他现在的脸看起来都怪怪的了，对不对？这个并无助于判断他做出什么决策啦。如果说。 他们说这样会造成他非黑即白啦，顽固到底啦。那为什么马立波不炸呢？人家在马立波是做出弹性的作为。现在大家都在关注的是说，哎，拜登的健康的问题到底是不是真的有出状况？他在24号的时候呢，在一场演讲，谈的还是要怎么样去降低美国的家庭支出跟大家的荷包息息相关的议题。在这个演讲一结束了之后呢，本来你看起来好端端的没什么，但是后来一转身，反而很奇怪，就是呢，他好像又对着空气握手了。那么对着一旁是这样疑似对空气握手之外，他还转身背对着大家，背对着群众，又在做什么呢？让大家觉得好奇怪，因为他人就停顿在那儿。后来呢，他又转回来，正对着大家，然后跟大家挥手打招呼。我想看到这边哦，大家可能还觉得，哎，也许要看一下这个比较连续性的画面，所以我们也让大家来稍微看一下，就是美国总统拜登，他其实已经在近期之内，这是第2次比较奇怪的疑似在对空气在握手了，所以让大家来看一下这个画面。God bless you all. Appreciate it. Thanks.好，大家有比较完整的看到了这个画面了哈，真的就觉得蛮奇怪的。这个介大使，这个拜登最近真好像很喜欢对着这个空气在握手啊。这个就要问一下拜登本人啊，他是不是真的有看到人这样？那搞不好拜登会跟你讲说，我有看到啊，是你们没看到啊。哦，是。对，因为有的时候就是说，不是常常啊，人有的时候会有一些幻觉啊。对不对？嗯，有时候看到人，别人你看到了，对不对？他看到你没看到，他看得到我们看不到的，哎，这就可能啊，对不对？有的时候幻听，对不对？有的时候你看路上有人都在一直在讲话，你看他们旁边没有人啊，其实他有听到声音啊。嗯，那希望不是这个情况啦，因为美国总统事实上他是不是能够维持神志清醒哈？这个对全世界的安全都很重要。是，所以这种现象出现了2次啊。其实我觉得美国白宫应该对外界有个交代，对，不能像那个18号那个叫一个兔子哈，老是来控制拜登哈，就要不要再哈随便乱讲话，对，而且拜登已经多次他讲的话，然后回过这个白宫就把他否认掉。上次人家记者问他要不要去那个这个乌克兰，他说呀，那回过头以后马上。就白宫就来否认了，而且好多次了。以前有关台湾的问题，如果我们记得还记得，他讲了好几次，白宫后来都否认。所以其实我觉得拜登目前这个情况是有危险性的，我们是要很认真的来看的。哦，是对，因为美国从来没有总统在任内会出现这种怪异行为的。嗯，对。那你说 Trump 的话，他是一个狂人嘛，是，所以他基本上再狂也不会去跟空气握手啊。嗯，那美国现在这个总统真的，我是觉得美国应该啊，白宫的话应该真的要找一些专业的来看看，对，到底是不是有问题。嗯，那只是简单的失忆或者说一下的恍神啊，那我们也就比较安心了，因为美国到底。核子武器的按钮也在他手上，是对不对？全世界最强的军队也在他手上，那全世界最霸气的货币也在他手上，他手上掌握太多重要东西。不是说他今天做美国总统，美国人自己去哈，所谓的概括承受就好。是我们远在太平洋这边，我们也受影响啊。当然，对啊，全世界都受美国这个国家影响，而美国又专门喜欢管别人的事情，手伸得特别长。你譬如说他的印太战略，就跟我们有关呐。非常密切相关，所以我是觉得拜登这个事情啊，已经一而再再而三的出这种事情啊，我是觉得真的美国应该啊要给美国人一个交代，也给这个世界一个交代。自己的清消工作要做好，所以我再次给大家推荐旺旺水神机，有一种比较大的一种这个雾化器，大的雾化器呢，它大概有4公升，小的地方像这2到3瓶左右，你可以买这种小型的雾化器。怎么买呢？来啊，这边有个 QR code， 买的话请你输入 CTI 285啊。